悠悠行不行？好像不行哎、欸。你们这个好像、哦，你会输是不是？那很好啊，那我就拿个戴瑞吧，我就赌戴瑞赢，然后再买一个鱼，还能凑个对。我就需要这种啦，懂配合，懂玩。这里的话就是果断的升个星啊，再赌一发，赌，我不怕赌，我就怕没得赌。悠悠行不行？狐仙挖了一次宝，这回合会挖，狐仙这回合也会挖，真打的，你还会输？好，我就信你了，你输。其实狐有可能会输，但是他好像拿牌蛮强的。他拿牌蛮拿的蛮好的，继续保持下去。中到汤，汤我还要出队长吗？我先猜一个，猫掌跟戴瑞谁赢？戴瑞负六负四巫妖王，猫掌还打输我，所以猫掌是不是超烂的？猫掌还打输我是怎样？我好像要出哎、欸，我、哦、好强哦。不过应该也还好啦。这个大概差个两滴、两滴、三滴而已。再生一星啊，没有不生星的道理啊，你们说对吧？巫妖王星小王眼睛强。那就巫妖王了，逆鹰，毫无悬念，逆鹰。为什么扣牌哦？因为是自己人啊。不过他刚才有发一个赞啊，他那个赞的意思可能是要我出啦，所以我应该是要出啦，没事啦，这个还好，这也就差个两三滴而已。虽然输，但是这个我很可以接受啊，因为我都实行科技了。巫妖王怎么好像输了？我是看着啥？下面故意，你哪里怕输？他是不是在跟我演？我那种要赌博，就是这边就要那个、欸，就要下哎、欸，不要升吧，我这边拿吧。这个就不要合了吧。汤，我信你了，汤。巫妖王在跟我演，我现在对他不信任。汤在哭哭，汤你不要哭，你可以啊，汤。没有错啦，汤。三块钱，我信你没有错啊。狐仙，狐仙不强啊！把你空袭掉！再拿青铜龙好像有点搞哎、欸，算了吧，我是海盗啊。玩海盗还要赌，就是随便乱猜，乱猜一通。我有些新的手法能让你入梦。
我玩海盗还要洗钱，我是不是有点熊猫赢啊？我先去皮笑啊，到底谁去？我把熊猫赢了吧。我世界无赢嘞。今天最后一颗了，怎么了？不依随便啊，我先呼吸呀、啊。最后一秒随便乱赌就好了。哇塞，我这一圈，我这一圈把他爆了。我有罪了，真是。Sorry.还没有到财富绝对自由，这才是可以打到我那些的。波西第一，艾瑞刚才才15，那应该是。聚合体带毒，看我大错起了，错起输了，我才错了，我哭了。我毒拿，我看到，错过了，错过了，红区一定要拿来。走走鱼跟戴瑞，戴瑞现在超级强哎、欸，自己人有超级强吗？喂，二星是什么概念？嗯、这样自己人要挂，还是我这个是显示错误啊？怎么可能是二星啊？自己人要吐了。等等，先神行，先呼吸，看一眼戴他长什么样子啊？我需要一点他的情报。鱼人，然后一个有剧毒，然后有胡子，金卡鱼两张，所以胡子成长没那么恐怖。猜对喽，恶魔应该是大大大。恭喜我还没猜错到自由的成功，所以等等，等鱼打一下。我缺剧毒了，可以啊，我买恐惧的药。没有，不用买恐惧了。巫妖王也很强哎，我觉得巫妖王也很强。我一个反向猜法吧，一定有精彩大逆转。我猜对了，哎，金叉带逆转呢，带对恶魔那么糟。看一眼，我会赢啊！他没那么强，他龙只有一只，然后飞刀，欸，他也不强啊！搞半天，我以为他是鬼，其实他还好啊，他没那么强啊！我一拳都快把他杀了。
霍格是真的要走了。有人打出尸体是怎样？我发现我没拿到钱，是怎样？是谁打出尸体呀、啊？你不可能再打输尸体的吧？我真的不信哎、欸！你们最好再打输。敢不敢再输一次？他真的打输了、欸，你看呐、啊，他真的打输，他被尸体扣了11。该输，你该输。对面如果他不知道我的阵型，就不算乱摆。哎、我又猜输了，怎么回事？但是我吃鸡了啦，奇怪了，我都猜不对耶，你们是不是一直在演我啊？意不意外啊？这个单卡还蛮强的啦，可以先拿着玩，因为感觉这回合应该是没牌了。红袍来了，用抓的嘛，你可以啊，口君，这只算什么？技能按下去不就有了吗？是不是？你还在那边演来演去，你就靠赛还不干脆一点？哇，这只超强，会不会把我秒了、啊？这个人鬼扯啊！哇，这个人鬼扯，怎么办？哇，这个人鬼扯哦，我都长这样的，他还更扯。你们能不能当个人呢、啊？他还要变大哦，有完没完？应该不会，我这样子还被弯胖去吧？我长这样子被弯胖去，我不能接受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我不能接受哎、欸、哎、Oh, no. 太夸张了吧！我外挂都开成这样子了，还被弯胖去，太扯夸了吧！